哇，干，真的飞过来就累个哎！看这边应该不会被射到，不会。那还好，干你秃头啊！我秃头，对啊，我帽子戴起来还秃头，看你那个帽子上面有个洞啊！哦，干！我靠！哇，这是打那么远哦！我靠！我还没有近距离看过他们的房子哎！哎呦，干你老师嘞！我哎呦靠！喂！干我不会那么衰，就刚好踩到那几颗地雷吧？哎，没有哎，这边真的是只有那两颗吗？被我踩到，靠呗！真的啊，这就叫做独孤求败啊！两个福霸在这伺服器玩到已经没家抄了，只好自己抄自己人。真的啊！那直接开炸喽！炸吧！来，哦，再一发，OK，开了，怎么样？要爬上去吗？还是你要直接灌进去啊？先把这个铁门打掉。哦，不知道它上面有没有放陷阱呢？这边是可以爬上去啊，可是感觉会被这个刺卡到啊。我们用比较节省的抄法，看可不可以抄啊？不行的话就暴力抄。我干！这样，你看到什么？蛮多枪塔的哦。我赌赌看。来。哎呦！啊！干！可能有死角，只是刚好我们这个窗户竟然没死角。哦，我们炸还这个点不太是好，那就直接贯穿了。哦，上面通。枪塔，枪塔，切！爆爆，OK，换打右边的。掉掉掉掉。但是那一座打到我们吗？还是其他？是那座。但那座射太远了吧？靠背。可是，我看到一座，也有可能是上面的那个狙击枪塔，然后那边也有一个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反正右边有一座。哎呦，不行，最外围这些一定要先清掉，不然。还有那个上面的也要打掉。OK，爆。OK，啊，还有四座，至少还有四座是对准他们主塔的。上面那个一定要先拆。上面，我看到了。哎，爆了，爆掉，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。哎呦，打中。哎，中，再一发，准，嚯！哦，哦，有爆了了，有，爆了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左边那个在死角，说不定可以不用打，很恐怖呢。我这边暂时是安全喽，哇！我看一下这里面。哎呦，没有枪塔，但是有散弹枪陷阱哦，靠呀！吼吼！我跟你讲，这边的箱子已经都假的。诶，哦，这个门是炸掉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。哎呦，里面有枪塔哦！来了，教你这种家伙怎么炸，直接用 C4 把这个炸掉。来，他这应该都半墙。诶，对半墙，OK，然后里面应该都防爆，接下来就简单了，接下来就是往这个三角形里面炸 RPG，它那个扩散伤害直接扩散出去。OK，炸烂它，终于可以开始炸主城了。哎哎哎！我看一下哦。OK。哎呦！哎！哎！哎！
咋了？被抓到喽！偷工减料哦！哦，哎呦，干，这下面还有空间呢。果然这不是地基啊，它下面还有，所以它那个物资可能是藏在里面，然后往下。开了，他哎、欸，好像是防爆哎，咦、欸，对啊，防爆，他哇，这应该要往里面通好几层啊，啊，接下来就是你们就可以躲左右边 ，OK， 哦呀，防爆，又是一层，哎、欸，偷工减料哦，这边少了一层哦，偷工减料抓到咯。哎、欸欸，开了！哎、欸欸，偷空减料又抓到了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上面怎么是枪塔？散弹枪枪塔？哎、欸，是门呢、欸，是一道门呢、欸嗯。可是它好像是假的，就是它要我们炸进去之后直接被散弹枪打死。这层是地板，然后它用一个半墙隔出一个地基啊。它这个地基是用半墙做出来的。哦，最下面那才是地板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开了，有东西爆掉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哎 ，TC 抓到咯，嘿嘿，啊、藏在刚好正中间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差不多正中间啊。我刚才就在想说，他们如果是放在这边，我们从顶打下来的话，一定不会比较转。他们上面，我跟你讲，一定一堆陷阱。我就直接从他们中间那个最薄的地方，然后打地基穿进来，打打打打打！哎、欸、嘿！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什么？哎、欸！哇！一个见面礼就先送我们200000硫磺，然后40000的火药。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很聪明哎、欸！你看，他把 TC 藏在这个后面，然后露出一个脚，然后伸手进来拿 TC 里面的东西。然后他刚好把他盖住、欸，哎、啊，对，有一些人可能进来之后，他不知道 TC 藏在这个后面。哎呦喂！哇，很聪明呢、欸！啊！哇，差点被阴死哦！那就先把这个，哎、欸，你们还有没有补血针？我这边我要15个，那就先把这个炸掉喽。C4 我觉得不用省了。哎，炸掉了！炸掉了！炸掉了！是有，有没有枪塔？有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没有枪塔，现在没有，但是我觉得里面有，我看到一个红外线。谁啊？猫。猫。干！干！啊！干！哦，哈哈哈！哎，等一下，别进来，里面有枪塔、欸。你先跳出去，你先跳出去。我直接用 C4 炸开。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不知道那样炸不炸得到。欸、哇，炸掉了、欸！靠！D E J 啊 ，D E J， 给你的留言。搞不好他们有留纸条、哦。哇，2000多发散弹枪子弹，干他们资源会不会太危险？哎、哦、呦，里面有枪塔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没死，他妈的！在哪边啊？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上下面，上面也有，上面也有。我靠，下面跟上面都有，是不是？对，上下都有。我炸！哎呦！哎、欸、哎，炸死一个！炸死一个！哎、欸，郭台铭被你炸死！哇！哎哎 ，Good timing 被我炸死了。上面还有个那个散弹枪陷阱。那个散弹枪不会打我吗？哎、欸，对吼。哎、欸、呦！会、欸？没有，因为那个领地位我们还没关那个。哎、欸，干你娘嘞！
哎、欸，不行啦，他们有两个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假？他们两个领地过哟？不对，刚刚他们有蓝色一下。哦，好，可以了吧？不会打了吧？哎、欸、嘿，哦，嘿嘿，看一下他们的回收机啊。哇，又炸死一个、欸！谁啊 ？ZN 呢、欸？哦，行，哎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在哪？哎呦，看到了，吓死我！哦，去你妈的！赶快补血啊！赶快补血啊！喂呦，喂呦，爆了吧？雷爆了！我现在不见。看一下这个，欸、它是通上去的。打开来看。来。OK。看一下。啊，没什么东西。烟火、欸。哇。哇，它不会是一圈转出去的吧？应该哦。蛮有可能。会不会他们家已经没东西了？怎么可能？跟我们已经炸他核心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用再炸，不用再炸，往另外一个方向炸。我先炸掉这个。哎呀！哎。哇、wow、哦！哎、欸，我靠嘞！哦，他要我们对啊，这就是他们最后的陷阱啊！靠呗，绕一圈进来吧。那我觉得不用再往上通了，不用再往里面打了。哇，他准备了一份大礼给我们。哎，那个枪塔是往外的。我看我这样可不可以丢到？炸掉了！哇，他这个电线全部往里面哎、欸，要不要把这个炸掉？可以啊。好，把它炸掉会比较好。好。嗨。你这边关掉，哎、欸，全关了，这边这一圈全关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箱子打开。哦，他，我懂意思了，他电力装置贴在这一面墙上。哦，对，所以才会那个。所以哦。哦，可以授权嘞。抓到喽、okay ，又抓到喽。这一箱不会有好东西吧？哎呦，搞不好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大礼哦。开一下，开一下。OK。哎、欸，抓到喽！抓到喽！这上面是哎、欸，这边的枪塔也没了。哇，这边全关！哇，等一下这个感觉就有东西喽！哇！哎呦，锁的！这个总有一点东西了吧？有东西啊！八七耶！啊！哇，干，我们被侮辱了！上面还有个枪塔哦，哎、欸，开的、哦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开的，他那个红外线还在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我们打到顶楼嘞，靠！他那个，对对对，上面的枪塔的线路电力是独立出来的，没关系，我就直接把这枪塔打掉。哎、欸，是，哎、欸、不，哎、欸，炸死一个，哦。哦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还开着了，靠背啊！等一下，还开着。哦，我刚刚不是炸正面这个了，不是炸右边的。哦。OK， 还有左边还有一个死角呢，靠！哦。嘿嘿。爆了！哎、欸，
呦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有吗？吓我一跳！哎呦，还有还有还有，上面还有。哎，欸，又炸死一个。还有哪里有枪塔？从我哎，我这里我这里，你那边？从我这个角度看有一个。哦，我看到了。炸掉了。OK， 这层安全啊！靠背这边有个电路，可以直接拿了的。哎呦喂！靠背哦，我刚没看到啦。他没关哦，他没关。对，他没关的，靠背，没关。啊！喂！这个电箱可以拿掉吗？哎，也可以，靠背啊。电箱可以拿。哦，还是没关。等一下，他这个不是接那个，他从下面接上来的，也是这个门里面的，是不是？有可能，应该是这个三角里面的。啊，管那么多了，把它炸掉就好了。哇，所以终于啊，哎呦，到顶了，哎呦，关哦，顶楼全关了，好了，打通了，通关了，哦。哎，不会东西都在这边吧？这下子该来给我一点东西了吧？啊，直接一个箱子一个 C4 是不是？哇 ，OK，See you later， 拜拜，拜拜。哇，你看他这个全部都。散弹枪陷阱呢，欸，超整齐啊！他可能觉得我们会爬上来。哎，欸，1000发宝弹，开始整修他家。啊，这个都是两个往上的吗？哦，对。哎，欸，是吗？不是啊，他们家的 C4 那些的。对啊，不对哦，我觉得这个家没这么容易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它这地板下面还有空间？看这下面一定有藏东西，再掉一个。OK， 等一下，抓到，抓到了，对，出去，走，这边应该没了，这边没了，哪边啊？上面，下面，我看一下它的地板下面。我靠！哎，欸，嘿，我就知道。他这下面还有没有枪塔，啊？不知道还有没有枪塔。哇，哦！我直接丢 C4。对啊，下一个。OK。好。哎，欸，到了。爆了吗？到了。还有吗？哎，欸，没了。呜，哦！来，炸开。哦，来了。哦，哇，放烟火！我这边还有，。哦，OK， 烟火喽！烟火！枪，我的枪，零件，哦，枪，子弹，哦。156个 C4， 102个火箭。哇，果然有大理啊！还好我刚才没撤啊，我刚才想说不行哦，要检查一下那个核心地板。哎，哇哇，31万硫磺！我干，他这个电子费要三小，他明明是把枪塔都分了，是电脑200多台。干，这可以再做个400-500发 C4 了吧？嚯，哦，干太扯了，太扯啦！哇，这粉丝直接送大礼呀，啊，可以耶！好了，确定了，这是底层了，100%了，抓到喽！OK，
回家回家回家，撤喽。Now we ballin' like the Lakers. Back up on the scene, reppin' for my team.